屏东乡孙文国中的主任王正中，伫咧偏乡带学生重新找到自信，做回成长的感人故事，被改编去做电影。老师，你会不会回来？南投县政府今仔日下晡也特别伫咧文化局安排一场感恩的首映会，邀请协助拍片的民众提早来观赏。我们恭喜我们是 Super 老师王正中。演员施元杰、夏雨乔，以及电影故事中的主角老师王正中本人，拢亲身来到现场，就是为了宣传9月29号要伫全台各电影院开始放送的电影《老师你会不会回来》。九一大地震对台湾以及南投人来讲，会当讲是历史以来伤亡上严重的天灾。因此，老师你会不会回来？这个电影除了扮老师王正中伫偏乡教书，并带着学生做伙成长改变的感人故事，嘛将九一大地震的情形再次呈现伫大家眼前。根据我的小说《真人真事》改编的，它描述的是在九一地震之后，一个老师留下来陪伴着孩子一起学习。到最后他不只影响了一个学校，也影响了更多老师，台湾的老师去投入翻转偏向孩子命运的一个故事。南投县政府今日下晡特别在文化局安排一场感恩首映会，邀请协助拍片的民众提早来欣赏电影。观众人民节嘛，亲身感谢主人翁正中伫偏乡的付出，以及男女主角甲导演，好一个故事会当透过电影来呈现。让大家、让整个社会看见我们更关注的教育公平的问题。我希望，老师你会不会这句话，以后不要有孩子再继续喊出来。每一个地方的孩子都能够有公平的、专业的、充足的教育资源，让他们可以因为公平的教育而得到翻身的机会，可以因为更公平的教育资源得到实现自己梦想的一个能力。电影的拍的哈，让大家看了都非常的感动。它也是一个教育啊非常好的一个影片。那么我们希望这片子9月29号开始要全国放映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去看、去欣赏这个片子的921的真实写照的一个故事啊。老师你会不会回来？这个真人真事的改编电影，9月29号将要在全台各电影院开始放送。观众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好的电影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